我希望天山王祭不但只是我们蒙甲万华的祭典，是台湾的祭典，将来变成国际化的祭典。今天的无人机非常难得，因为它经过层层的关卡，在台北市第一次有无人机可以升空来做表演，大家今天非常的有福。我们在台北市的时候，台北市政府的时候，就是谢谢金山中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带给台北市民这么棒的表演。我们今天大家晚上必会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也希望金山平安周王保佑我们蒙甲，保佑我们台北平安、幸福、健康，祝福大家，走向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山神，给我们到场的与会，给我们所有现在都好朋友跟心中人的支持，感谢你。Thank you.